Sir, the system is disconnected. The system will recover in 10 minutes. Everyone keep your eyes open. Yes, sir. 乔爷你好，呢边请。乔爷请。咦，乜原来最早到嗰个系我嚟啊？系啊，乔爷。诶，我而家通知会长过嚟啊。唔使急，叫佢慢慢嚟啊。系。会长，入嚟。会长，乔爷已经到咗啦。得啦，我好快过去。Let's have rehearsal.
乔生，K 嘅任务系要怼冧会长，同埋烧咗我哋喺会长手上嘅内部资料啫。但系点解？点解佢连乔爷都冧埋啊？我一定会查到边个杀我哥。得，先抄 K 出嚟。乔生，俾晒 K 嘅资料我哋。K 背叛乔爷，背叛红和，执行家法。 要佢身首异处。John。 乔逸峰认定你杀死咗乔爷，落咗追杀令。我净系杀咗华商会会长，我连乔爷喺嗰度我根本都唔知啊！我冇杀到乔爷啊！华商会会长手上有红和嘅资料，里边有晒佢哋嘅犯罪证据，佢哋会交俾警方，借警方之力铲除红和。乔爷嘅计划就系想你杀死会长，毁灭证据。佢出现喺会场系以备嫌疑。 应该有人知道乔爷会出现喺会场，乘机一石二鸟，杀死乔爷，屈落你度。乔爷同会长两条尸都烧焦咗，但系都隐约见到佢哋额头中枪，仲系你嘅特制子弹。要揾我啲特制子弹一啲都唔难，额头开枪都唔系咩特别受犯。我谂连乔爷自己都唔知有人想要佢条命。我而家都要攞你条命。 翻去同乔逸峰讲，我会一手一脚处理 K。 之后佢带咗你嚟我度，要我救你。而佢就系揾咗条无头丝代替你。假扮帮红和执行咗家法，虽然话空包弹冇弹头，所以冇杀伤力，但系其实仲有一定嘅危险性，边个可以死得人？但系装嘅技术真系好好，发射距离同子弹角度都计算得好准确。最后粒子弹只系卡住咗喺你嘅前额骨度，你只系出现咗轻微嘅脑震荡，不过唔严重。而你嘅体质。 应该好快可以完全康复。我冇晒乔爷，你仲唔明？乔爷中高枪，确实系你平时用开嘅特制子弹，仲模仿你杀人嘅枪法，但系明眼人都知，咁样系唔足以证明乔爷就系你杀。但系红魔嘅人一口咬定你就系杀乔爷嘅凶手，成件事好明显。系乔逸峰，冇错，华商会会长死咗，红魔嘅危机已经解除。 乔逸峰亦都藉住呢个机会杀死埋佢亲大佬，而家佢已经系红魔嘅新领头，佢会再揾一个听佢话嘅解决师，所以你最啱就系杀乔爷嘅代罪羔羊。红魔嘅叛徒只有死路一条。我要见阿John，佢唔会见你，佢为咗帮你已经冒咗好大嘅险 ，John 已经退咗落嚟，但系乔逸峰认为只有John最有能力杀你。 如果佢唔听佢话杀你，佢都会死。好好彩，你哋两个而家都冇事。你都危险，不过多谢你。我做无国界医生嘅时候，喺战场上争啲死，系John救咗我。我同阿John出过好多次任务，多得你我哋先至死过班上。人与人之间嘅缘分好微妙，我都冇谂过嚟呢度做嘢可以遇翻John，仲可以识到你。 不过你已经死咗，你唔再系 K。
John 已經準備咗一個新嘅身份俾你。Happy birthday！ 你叫做 Ocean， 我以後會叫你 O。不過以後我哋都未必會再見面。仲有呢個係 John 叫我交俾你，你再休息一下。有件事我要提醒下你，你始終係頭部受過槍傷，出現過腦震盪嘅情況，以後有可能會出現後遺症，你要小心注意。不過有咩頭暈身興咧，都係應該睇醫生嘅。如果 K 嘅人生唔係你嘅意願，咁你嘅第二人生你想點樣過，可以有好多嘅選擇，咁都唔錯啊。Hello， 北美嘅观众，你哋好啊！我系黄浩然，想免费睇到我有份演出嘅《家族荣耀》，就快啲攞出你哋部电话，即刻 download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。